但我希望咧，慢慢咧，大家睇穿呢一場戲啦。老實講啊，咁郭家麒都交代到曬啦，今次呢個施政報告，淨係呢個電子煙嗱，各位唔好睇見呢包紅萬。我琴日先就我講咗，我又去買一支電子煙，新嘅韓國出嗰只。OK， 因為我係間住食嘅，我好撚中意食電子煙嘅。咁我以後我日後我會繼續屌你大食大力推廣呢個電子煙添。OK。普通的香煙的代替版或者加熱煙、或者加熱煙就有煙彈在裡面那種亦都說呢就、害處沒那麼大的亦都可以呢做一個過渡的因為呢就、吃那些普通的煙呢可能危害更大、如果我吃電子煙呢可以吃少一點然後呢就慢慢變成戒煙這樣現在呢特區政府呢就全面禁電子煙就引起一些討論的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咧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嘅副教授何世贤嘅何教授，早晨，早晨，两位好，你好，你好，吓，我想问下你自己个取态点先？你同唔同意而家特区政府呢？几乎系禁绝嘅，可以咁讲吓，系除咗有啲争议就自己带翻嚟食得唔得啊？咁呢个仲未讲定之外咧，你点样睇佢哋呢个政策先？嗱，政府今次嘅宣布咧。相對於我哋呢幾個月，我哋聽到醫學界、學界、各界提出嚟嘅一個聲音咧、我覺得一半係做到，一半係做唔到。點樣講？做到嘅就係咧，佢都係有、宣布咧係全禁呢個電子煙，有新興嘅煙草。但我哋另一半，我哋要求咧，亦都係最重要嘅咧、就係要定一個時間表咧，係、全面去到禁止一切煙草嘅售賣嘅。咁呢一點咧係冇清楚回應，不過咧。我都留意到特首咧，亦都有讲过话呢一样嘢咧，系并非唔可以考虑嘅。系，佢得噶咁讲，系系咁啊，佢大胆啲。咁呢一个咧，少少咧，都系一个声音咧。不过咧，我觉得系唔够，应该咧更加清楚向市民交代咧个时间表系点样。哇！你呢个好激进喎、你呢个非常激进、唔系激进，呢、這个往如果你三，我当然你几位都会有。留意到，我都是反吸煙的，我申明立場先。我不是的，我要申明立場。醫學界已經或者是香港吸煙預警委員會已經一再重申呢個立場嘅啦。唔係，我為什麼話你激進呢阿何生，大家知道煙吸煙危害健康，大家都明啦。但係全世界好像都冇一個地方是全面禁曬所有嘅煙草嘅，冇喎、啊。全世界咧已經有九個國家或地區，包括香港咧。不是说已经做到、是已经提出了一个目标、当中有八个呢是一个国家 的层面呢、去到提出一个时限、包括2025、2030、2035、这些的比较常见的时限呢是将全民的、吸烟的人口呢减到 5%、这个呢已经算是一个是无烟的了当然呢也可以达到这个时候呢是去启动一个立法咧，系点样去再一步咧，系完全嘅去禁烟。即系话咧，都唔系将呢个香烟香烟唔啱讲烟草啦，香烟都系已经有取代嘅，有著系臭嘅啲烟唔系香，系全面禁绝噶，即系唔系用法例，好似呢个毒品咁样系嘛，都系可能用一个比较即系相对地比较即系循序渐进嘅方法咁。嗱，系即系我哋明白，呢个唔系我哋话要求一夜之间要禁啦，系一个时间。何教授，我想请教一下咧，有啲人咁讲嘅就话。喂，你禁咗电子烟，其实系咪益咗嗰啲烟草咧？有啲人就话电子烟系烟草嘅代替品嚟噶嘛？咁系咪如果大家相有个竞争性喺度嘅，咁你而家用政府嘅方法去禁咗啲电子烟，咁你唔系翻返去食烟草咯？咁样，咁我想搞清楚，即系两者个利益上面系竞争啊，其实系互相系有关系嘅咧，其实。其实咧都系嗰班人嚟啫，都系嗰班人。即系当然，有啲大嘅烟草商得几间啦，系咪？佢哋都不断研发紧呢啲新烟草噶。大家知道那个加热烟，其实而家最流行嗰只都系全世界最大嗰间烟草公司推出嚟噶嘛。即系嗰啲烟胆啊，所谓系嘛？嗰只加热烟啊。我知嗰啲加热烟，我知。同埋好似一个蛋咁噶，个蛋咁摆落去噶嘛，咁嗰种啊嘛。唔系，系边种？新闻佢呢只咧加热烟咧，其实都系烟草嚟嘅，系一支比较好似短啲嘅烟草，短嘅，然后就插落去嗰啲嘅加热器嗰度。我知道，咁喺度食。我未见过有人喷，因为佢咧就声称咧系冇焦油嘅。绝对唔系，冇搞错，系冇焦油定系少焦油咧？我都唔系好记得。又你讲下啦，究竟你而家讲紧嗰啲即系叫做电子烟又好，加热烟又好，究竟系咪危害性冇咁大咧？我想知道。嗱，我分开嚟讲啦，嗱，有两大类咧，就加热烟咧本身系烟草嚟嘅，一支
短啲、幼啲嘅煙仔咁樣，嗯、就插落去嗰度咧，佢有一塊金屬片咧，插落啲煙草度咧，係、嗯、去發熱， okay. 令到佢咧產生嗰啲煙霧嘅。咁、嗯嗯、呢啲咧，其實不折不扣咧係煙草嚟嘅、嗯。所以煙草我哋知道係世衞講咗係第一類致癌物、嗯，當中有七十幾種致癌物，幾千種嘅化學物質，好、嗯、多有害嘅。咁、嗯、所以呢啲你。同樣是煙草，無論你煎好、炸好、燜好、燉好咧，你擺落去咧、啊，人體吸收咗咧，都係嗰啲致癌物嚟嘅啫。O、okay. K，、啊、不過你唔同嘅煮法，係、嗯、咪？咁、嗯、所以佢咧，既然係煙草咧，佢特性咧，佢焦油咧一樣係有嘅。喺、嗯、韓國嘅、政府咧做嘅化驗見到咧，焦油同埋尼古丁同傳統嘅煙仔係不相伯仲嘅、嗯。香港政府化驗呢兩隻嘢，亦都係驗到有嘅。O、okay. K，、啊、所以你話佢冇煙冇焦油咧，係絕對係錯嘅。O K，咁另一種啦。咁啊，好啦，另一種嘅電子煙咧，係、就唔係好同嘅。佢哋係攞啲化學物質咧，係溝埋一碟咧，然之後擺落嗰個容器度咧、嗯，去加熱，嗯、等你咧去索嘅嚇。咁、我哋知道咧，呢啲嘅用呢嘅電子煙油裏邊咧。有好多嘢㗎，基本上咧，佢有個溶劑咧，溶劑主要嚟講咧，係用一啲丙二醇啊、植物甘油咁樣。嗯，呢啲嘢咧本身就冇乜嘢嘅，不過咧佢唔係俾你加熱。嗯，因為佢加熱之後產生嗰啲嘅氣霧咧，係、嗯、會含有甲醛，甲醛係亦都係一類第一類嘅致癌物嚟嘅。係甲醛。係啦，咁我哋另外甲醛，你就大家要買新嘅傢俬聞到陣味嗰啲咧。系啦，喺大陆最近先发生啲风波，就话嗰啲租屋嗰啲屋咧，喺度住咗一轮之后咧，发觉咧就出好大问题，又有甚至有 cancer 嘅情况出现啦，咁样系啦，绝对系会有嘅，试过啦，系啦，吓，嗯，系啦，咁唔单止咁，佢当然呢啲电子烟，佢要你吸，而且唔可以停咧，点解咧？就系尼古丁啊嘛，尼古丁系好易上瘾啊嘛，而家呢啲新式嘅最新型嘅呢啲嘅电子烟咧，喺美国嗰只叫做 Juul 咧，系极。高尼古丁嘅，佢、哦、一個咁樣嘅煙彈咧，係、等於兩包煙嘅尼古丁喺裏邊。嗯，哦、所以好多小朋友吸咗，發覺咦唔掂啫，點解停唔到嘅？因為你越高尼古丁係越難戒，即係越易上癮，而且越難戒嘅。嗯嗯，再者佢中意失驚無神咧，就會爆嚇、大家都聽過啦。係會點啊？會爆？會爆？會爆炸？係會爆炸？嗯，係啦，佢、個電池。是有機會爆炸，在美國現在最近的報告才說呢、在過去幾年呢是完全低估了這些爆炸風險，慢慢有人呢看回那些醫療記錄呢、出了一個的報告呢就是說低估了根本有幾千宗的爆炸、我們聽到的很少是很嚴重的而且後果是、嚴重你放口就爆口咯放口袋就爆袋咯、是的、我們也看過教授我們也看過呢就有啲嘅講法啦，就係話佢喂，你而家淨係禁呢一個電子煙或者加熱煙，又唔禁傳統煙，咁但係事實上電子煙或者加熱煙都好啦，係本來就係吸引嗰啲嚇嗰啲傳統食嗰啲煙草嘅人翻轉頭嘅喎，你而家咁樣調翻轉，咪即係鼓勵啲人食翻煙草，咁搞錯啊？呢一個講法咧係煙商咁講嘅，不過我哋咧從來呢幾十年經驗都知道咧，煙商講嘅嘢咧，你信半成都死嘅，係啊，佢哋甚至咧之前話咧，幾個呢啲老闆出嚟講咧，舉手發誓話咧，尼古丁係唔會上癮嘅，都咁講嘅嚇。咁而家咧，佢哋咧喺美國告過啦。系啦，因为佢哋而家直头去过啦，佢哋直头有话咧做咗个研究咧。嗱、我唔 exactly 记得系咪啲烟草商佢讲嘅，但系咧佢就话有一个研究系做过，就系话有六成嘅人咧系因一个调查系六成嘅人咧系因为有呢个嘅电子烟加热烟咧，佢就已经系放弃咗去食呢一个传统嘅呢个研究咧。我稍微都有睇过坊间讲，佢咧系边个做嘅咧？系一个叫做。佢個名字叫做咧，係無煙世界基金咧，係做嘅。係啦，係。咁大家有冇聽過啊？無煙世界基金，你講嚟聽啊？係咩人搞的？你講嚟聽啊？都係煙草搞噶。這個基金咧就係、全世界最大嘅公司，即係煙草公司。哦。嗰間咧，飛字頭嗰個咧嚇。哦，Philip Morris 搞噶。冇錯啦，係啦。佢咧攞咗無煙世界，係自己係煙草商。佢咧攞咗嚟呢個十億嘅美金到咧，喺未來12年咧，即係每年都係800幾萬美金。其實對佢嚟講，
好少钱嘅，够两毛啊，够两毛。佢搞呢个基金咧，主要做乜嘢咧？就系要推广呢啲所谓减害嘅，即系佢所讲嘅减害嘅烟草产品，包括呢啲烟啊、电子宝仓系啦。咁佢其实咧就系挂羊头卖狗肉，话就话咧系帮啲烟民咧点样减害，背后咧就系想吸引一班新嘅烟民，新嘅嗰啲年轻人。佢嘅设计，你同我讲话吸引嗰啲阿伯去用，我就系唔信嘅啦。你估真系水烟斗咩？真系冇错，系啦，系啦。有咁，所以佢真名其实咧对贴住啲嘅名咧就唔系无烟世界基金，系尼古丁世界基金就差唔多啦。佢就想越多人用尼古丁越好。嗱，其实即系烟里边有尼古丁，大家都知啦。咁一个烟草嘅一支烟用烟草制成嘅烟。嘅尼古丁大概系几多量咧？大家都可能心中有数。但系个问题就系嗰啲电子烟里边嗰啲烟吓，嗰啲液体啊，系咩嘅成分？系我哋完全唔知，亦都冇规管嘅。吸嗰啲人亦都唔会掌握到里边系啲咩嚟嘅，可唔可以咁讲啊？唔知系咩嚟，其实的确而家啲人话要规管唔使禁，其实真系咧系无从规管。你就咁睇住嗰啲液体，你点知咩嚟嘅？已经有一个案例咧，就系香港本身香港一个廿几岁嘅。男士，佢就攞咗呢啲煙油，佢又唔有時咧有啲嘢有寫，有啲嘢冇寫冇 label 啦，係唔知係咩嚟嘅。佢就攞嚟玩，滴咗兩滴我條脷嗰度。不過點知原來含有一啲合成嘅大麻類嘅成分。咁即刻中毒，30分鐘之內已經去到醫院，差唔多死咁滯。跟翻醫生講咧。多一滴咧已經死咗噶啦！哦，哇，咁你話如果呢個唔係大人，如果係細路仔滴兩滴嚟嚟到，已經死咗一個噶啦。咁所以你完全唔知佢嘅成分係乜嘢，攞嚟咁樣吸，攞嚟咁樣玩。其實外國已經有細路仔咧係接觸呢啲煙油咧，因為佢細個咧一兩歲咧已經好少成分咧，已經係死得噶啦。尼古丁本身你吸即係你飲一樽呢咁嘅嘢，如果係成分多，即時就會死嘅。有冇任何一啲數據啊，或者啲即係咁嘅觀察？就话电子烟系吸引未成年人去吸的情况是越来越犀利啦。我当然系啦，你喺美国，美国就比较开放一啲啦，各种嘢都系啦。佢嘅电子烟使用而家喺美国嘅中学生已经去到300万人，系每过去30日有使用嘅，即系占20%噶啦。而且呢啲人里边咧，每三个有一个咧。是用这些电子烟的装置呢去吸大麻。哦。是吗？那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今这一日我们才要禁？所以 你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些這电子烟存在的问题呢，就是它会调回转，是会吸引到年轻人。多人都会吸烟添。可能年青人佢而家佢唔傳統嗰個嘅煙草佢唔食啦，調翻轉佢而家咧就係咁好想覺得好有興趣喎啦，呢個電子煙啊咁之類之類咁。係啦，第一佢吸呢隻嘢佢就望唔到手，第二咧佢吸咗話覺得佢唔好玩嘅，不如你懷念都係啦，都搭曬咗正濕個頭啦，不如試下嗰隻啦，係嘛？加多啲嘢落去添啦，咁樣。唔係，同埋傳統煙咯。不如试下嗰啲添啦，本来都唔敢，你即人都系啊，试下，胆越嚟越大噶嘛，系嘛？最初就偷嘢，然之后打劫噶嘛。你而家就主张就即系赞同全面禁晒电子烟，不过咧就烟草都要继续去，系嘛？烟草都要继续去。咁定一个时间表系啦，去到完全禁止烟草，当然唔系讲听日，系讲一个时间。但系林郑都系噏下嘅啫，佢冇任何嘅承诺噶。不过咧，我相信咧，当政治人物咧讲得一句说话出嚟咧，其实背后咧唔好睇佢系只系随口噏嘅。咁啊系，我相信系佢都谂过嘅。咁啊系，系不过考虑过嘅。不过有好多嘅政治压力喺后边咧，系咪啊 ？OK， 好，喂，多谢你先啊，何生吓，多谢两位，好多谢，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嘅副教授吓。